本模块包括四个知识点，分别为高大上车站、一步换景地铁站、聊聊铁路岗位和车站里怎么走。重点学习中国高铁车站设施基本架构和组成、中国城轨交通地铁站设施和架构、中国铁路岗位设置和实用的高铁车站指示标识。各知识点及补充和拓展内容都以中英文形式呈现，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所学习的主题，同时学习和掌握一些基础和通识性的专业英语基础词汇。学生通过该模块各节内容的学习，充分了解有关轨道交通车站设施和车站主要工作岗位的新知识和新动态，掌握专业基础词汇，为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拓展积累有关轨道交通车站设施和车站主要工作岗位的中英文专业词汇，以备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轨道车站的故事，加强对车站基础设施设备的认知，提升对轨道交通职业岗位的认识和站位，端正学习态度，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